我怎么觉得第一个好像就特别矮？武器升级，我可以升级哪些？哎，我看一下哦，那个火力强度的话，减速效果，然后火力强度，哎，金钱，额外金钱哦，可是他要1000哎。那我一开始就给他点个火箭炮啊，就火箭炮好像比较猛一点。哎，可以退回去哦。哎，退回去的时候是扣一半。好，不要乱点，不要乱点。我靠。知道，谢谢。高温，缓速我也点一下啊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点数奖励。哎，我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不要乱用？随便哦，随便用，随便用。我怎么那么随便啊？普通难度开始。我讲我们普通难度就好，我觉得太强的我会玩不过。哎，开始了！我靠，关键。一开始用这个打头阵。哎，这到底要怎么几波才可以看得到他那个啊？我想说这要几波才可以看得到空军来袭啊？不然每次空军来袭的时候超机车的、欸，嘣嘣嘣嘣嘣！哎，我还快点啊、哦！nice。我要火箭炮兵，火箭炮兵就是你啊！哦，萌萌萌，可以，40块哦！火箭炮，升等，再火箭炮。嘣嘣嘣嘣，还可以再升等吗？看一下，哦，妹死了，已经那个已经妹死，哎，已经最高了。哦，有点好像有点不行啊！再来一支火箭炮，然后我避免有那个空军来搞我，我决定要来个放个那个高空那个。直接来个高空防那个防御炮，哦，好像有点撑不住哦，哦，再来一支火箭炮，哦，可以吧？哦，机车还是有3台过去，可见很明显，我需要更多的空军防御。哦哟，可以吧？等下，我忘记要升级空军防御。等一下，我就升级空军防御。嘣嘣嘣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嘣嘣嘣嘣嘣，哇！哎，我觉得玩这款游戏好像我有点快，有种快感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如果你们有兴那个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下载这款游戏来玩，我觉得蛮有快感的。哎，我火箭我空军防御炮已经 miss 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想应该可以那个，对，像这样，快点快点快快快快！嘣，好爽好爽好爽！为了避免还有空军来搞我要再多一个火箭炮。啊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我觉得有点危险，这边再给他放一个。哦，我无敌了。
应该吧。哇，好爽哦！嘣嘣嘣嘣嘣嘣！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可以吧？不要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！哦，好险好险！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哈哈，无敌了 ！Thank you，Nice。